近我都吃不好睡不好读书不专心还做噩梦耶怎么办？现在有一个很夯的神器灵修时刻一定可以解决你的问题。首先打开 Facebook， 找到搜寻箭头所指的地方。打入灵修就有相关的搜寻结果，选择灵修时刻。看到钩子口席安堂灵修时刻就点进去。然后这就是灵修时刻的粉丝专页。按赞后就成为粉丝，可以收到灵修时刻的讯息。接下来请看荧幕左边栏位，找到影片，按下进入。所有的影片就会呈现在画面上。你可以想听就听，常常听，或者在遇到一些烦心的事时找合乎你需要的标题来听。例如我在思考人生的意义，就找人生为了什么而打拼。前辈的去往，荣耀的去往里面，我们可以欢喜，可以歌唱，还有也可以透过 YouTube 找到灵修时刻哦。开启首页之后就直接进入 YouTube， 或是在搜寻里打字 YouTube。进入 YouTube 首页，找到搜寻栏，打入灵修时刻。YouTube 会找到相关的视频，我们可以选一个进入。推荐大家可以使用这个灵修时刻资料夹，里面有所有灵修时刻的视频。这就是点进去的画面，右手栏位有灵修时刻所有的视频，可以选择想听的一部来听。配合前面找到人生为了什么而打拼。今天开始就来听吧。